来，开始爬山。这边爬山口哦，那有的停车的。进来这边就有的车停车。那从那边停车走一下子吧。来到这边，那这边就是进山的进山口的地方。注意，那就是这样的。好了没？Start point， 进山口，进去里面有一个塑胶树，就对了，就开始进山了，开始爬山，要来挑战这座山啊！听说这个是全吉打是最难爬的山。现在是8:16，早上开始爬，海拔已经61，海拔了啊，还没有爬，已经61米了啊。那边走过来，这边进山了。那这边有绑一条线，黑白的 marking 的。那所谓他们讲的全程爬岩，爬石头95%以上。那就是石头哦。开始就已经很陡了，开始了，开始了，旁边有一棵老树，啊，开始爬了，海拔77了。啊，现在蛮去发掘出来啊。你啦，看这草，这都是 Q 起来山哦。你这种呀，伊无喊咱讲危险。看你爱按哪边，你按哪去？哦，这个这也是在来考验。这是过来考验你哦，不是讲你卡力、手力用的鞋啊，这是过来考验你的技术。可能打到这边，赢到这边。整个山都是石头，石头，石头，石头。你要这个绳子，要拉不要拉，这边上也是可以。看上面爬上来，爬，双手并用，拉，杆杆拉，这样，啊，爬，爬，哎呀，今日计是叫伊微好看啊，现在到才 CB1。到底有7B 级，有分几段呢？那 CB1， 很多。已经到 CB1， 这山路有分几段呢？没有研究，爬到底就知道了。喜欢来爬的人可以来试试，不会寂寞。这种爬山，手脚并用，不会寂寞，不会爱睡觉。爬完这座山，你在吉达州已经算毕业了。爬就对了。整条路线不会迷路的。总之，有人踏过的石头有一种颜色的，你跟着山就对了。那来这边就有一个标记了。老板，那有多少鱼啊？有。9000啊。啊，来到第二休息站了，看 CB2。再去。CB2， 这个全部有几个我也不知道。啊 ，CB2 就是这样子的。第二站休息站，这边是椅子，可以坐着躺着喝水。这边 CB 度的海拔186，以及公约了36分钟。哈哈哈哈哈！没见有人，我笑啊！你老公去？笑啊！
人的路了，哎，好啊，自然应该是，哈哈哈哈哈。讲地个了，我你讲白掉。喏，龟是得得涨个了哦。别看水啊，得涨，好过看坝啊。挑战挑战，两手爬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样一抓一抓，看。来，继续爬。啊，先黄金水了咯。爬就对了。黄金该是水啊，爬这个了啊。我冷哎吼。哎，天热了先。嗯。黄金个水了。拍拍风景，我们到 CP3 哦，259海拔，260，54分钟，有经过养两五个人，六个人下山了。你把独孤那个有勇气耶？嗯，自己啊，忙去忙去行就是了。加只钓一斤咯，主要大个的龟啊。看，全程的路程就是这样，爬爬爬，踏上面石头，踏踏踏踏，踏，踏，刚刚踏，再跳，踏踏踏，这样走就对了。有路就走，没有路也不用看map了啦，这个不会迷路了。就是这样上就对了。这样，双手并用爬，爬，像狗爬就对了。嗯，我挖落来啊，意思。
你家人都。Morning. 哇，刚刚没得汗了，你告诉，没得汗了。你摸摸那边啊，没事吧？哦。Morning. 多起。喂，你爸。嗯，你爸啊 ，Morning。Morning。白家陪不离啊，伊个。哎呀，白家。伊讲袂大汗啊。有袂大汗哦。你哋啲巴都冇啊，咁計大下啦，即係企哦。企半啦，少幾棵矮緊咗啊。我靚啊。我靚咁啊，長青長嘅。幾大啲？嗯。咩工時啊？嗯。咩工？八點咯。哦。你們早上上來啊？看日出。啊，對。我很早很晚哦，晚上哦，几点？六点？五点？没有，我们三点多就爬了。啊，三点多就爬，很暗，六夜就爬上来了。对。因为我们第一次不敢太夜，等下跑到阿爸那里去。看得到路灯吗？没有那个黑灯吗？头灯哦。啊，头灯对。厉害哦你。你们是整几个人上山？八个。看下去也是夜很多人哦，因为几个人跟班哦。对，十个，我们十个人。OK， 那大了没有？还有眼吗？会一点，对不对？算一般了没有？还没 ，CP4 就一般。CP4 才一般，我没有看到 CD3 有嘞。对，等你们上到那个，还有得走。宝宝 1.2 公里，有 altitude 620，反正他就是 97% 跑。上面应该比较热哦，那边还 OK 啊，今天不会很大太阳。你们那里阿罗萨来啊？冰城。哦，北海冰城哦。北海哦，第一次来还是？啊，第一次来哦，所以不敢爬夜哦，因为两个人半嘛，第一次，所以天亮来比较安全一点。一定要天亮啊。嗯。有点危险啊，晚上。是啊。没有一正确的路，就是你看那个。啊，是大概喽。撑不了。嗯，对。是咯。哦，没有了哈，哈哈，两只地蕉哦，真的没了，我叫你啊，我其他斑只个哟，啊，多啦，嗯，多少只？什么奥兰斑只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得了劲，我好看到人穿那个休闲的鞋，咁白啊，诶，这装的穿出来鞋啊，这鞋无功。那这种鞋不咧穿嘛是便宜，二十几块咧。这穿过 OK， 好在穿起装个咧拖鞋啊，唔白个。嗯。啊 ，morning。呀 ，morning。morning。你看鞋啦，那我这个穿的就冇是便宜的。我买掉嘛。OK 啦。我买掉。去那边啊，买穿啊。没穿。几个香港人 ，morning。morning。嗯。嗯，这个 OK。morning。以前个 OK， 以前不穿的。morning。啊，过来拍，过来。嗯，这也不行。加好加，可能 A。这是 sport 啊。可能 A 在啊，然后加小的，可能 A。多少？啊 ，morning， 啊多少？多少？他的。呀，那就穿了。
来到 CP4 的休息站了，推坝那里了，错过了推，结果就到火了。这里没正准嘛，来到一个休息站。这边刚好。CP4， 它空间蛮大一下，可以休息。那周围有得坐，这边又得拍照打卡，跟那些丘陵。完了，飞啊！打了招呼，现在拉的 lebih pas separuh dah sekarang。啊，separuh 啊。啊，对。Sudah lebih lah。Ini mau kawan tahu sem satu.Abangnya kawan, atas lagi, saya mau tunggu dari dekat situ. Sini CP4. Dia bawa saja tu lah. Kau ni, kau ni kau bawa gula. Eh, kau.可以啊，意思有都不骨，无讲正骨，根本是有骨。CP4，牛牛啊！老板，哎，老板，是吧？是吧？是吧？啊，就啊，十几张，等你回来再吃。CP4，什么人家刚毛上班，但是我讲我了。哇，真！这个看网络哟，我没去过。这狼狼来了啦，这都了爬石头，石头爬，爬爬爬一路爬，在山上面了，海拔接近了540-550了，2小时05分，已经爬2小时05分了。哎妈啊！拜个你妹！哎呀，无看人鱼啊！哇！哎，要爬落去！哇，应该是差不多顶了啦。这边爬上来的路，再慢慢走到上面顶。现在要出发，继续走。我站在这边看下去，哎呦！很恐怖哦，脚有点抖啊。要慢慢爬上去。
啊，还在搞嘞啊？确定无？两个小时二十分钟，来，已经爬到了620海拔，那拍对面山，看美美的风景，620海拔，用了两个小时二十分钟到顶。今天只有两人行。上面走过来，这边旁边有一小路，还有旁边给你休息的。你说比咩？哇，这个旁边很高喽，小心哦，很偏吧哦。那片还可以走了，但是不知道走去哪里啊，不敢再走啊，太山边了，还是放弃吧。还有一只蓝色的鸟，哦，够齐。从这边下去，
眼睛到 CP4。一样的 logo 啊嘛。啊，没有，放这里。那里是彩色牌。啊，原来错过了 CP3 在这里。啊，到 CP1 了，到 CP1 了。这个最差不多要下尾了，这条线很长。哎，看，看它下哪一边。哦，完了，已经到山脚下了，又解锁 ，finish， 已经用了5个小时49分钟，下山3个小时，出一点点，是上下来回才用了4公里而已。